同学们早上好，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歌先，开心一下哈、啊。来，找啊找，找啊找，找到一个朋友，性格里来几个拱，笑嘻嘻来握握手，绕个圆圈，绕个圆圈再见，绕个圆圈，绕个圆圈再见。好，歌唱完了之后，我们来再温习一下我们所学过的数目。看一看，看你们还记得吗？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数字？一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这是二，接下来三，再来是四，再来是五，再来是六，然后这个是七。好，今天老师要给你们写的是七和八。你知道七和八怎么样写吗？等一下我会告诉你。现在先看一下我们的白板。来，大家看一看七，我们用总共两个笔画。第一，我们先用横，然后竖、弯、勾，这个叫七。八呢，我们用撇和捺，撇和捺。所以，然后你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一张纸，那么你就用数字，这边有一些数字。所学过的拿来填在这边，然后你就在这边连一连，然后写，把这些字你们跟着他写，就是连起来，把一点一点的跟他连起来，然后这边自己写，这个是你们的第一张功课。接下来我用你们再看一下白板上的字，这个是还记得吗？玩具、秋千、糖果、玩游戏、听歌，这些都是你们学过的，等一下练习纸里面会有。另一边这个是数笔画，数笔画就是老师要你们把这一边的字算一算，算它到底有几画。看一看这个是三，对不对？我们算一下三有几画，一二三，把你们答案写在这一边。接下来这个是撇捺人，人有几画？两画，就把答案写下来，其他的自己算。好，接下来我还有另一张纸要你们做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图片，这边就是老师刚才所讲的数笔画，然后这边看这个图画。这边有两个字，把它的答案圈起来。你看，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玩东西是大还是小，把它圈起来，跟这个图比。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人他在做什么，他在哭还是笑，把答案圈起来。然后你要练习的是这个笔画横折，横折是一画，不要算两画。我们用横折来写白、撇、竖、横折、横。横就是白，白 means white color， 白色的白，白天的白。但是我现在要你们写的是云，白云，白云。另一张练习是这样。OK， 先练习笔画撇折，撇折我们也是算一画。OK， 现在看一下下面，云怎么写？你会写二，二了之后从它的中间。去旁边，然后过来，再点下去，这个叫云。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画 ，four steps。Then， 在这边把你的四写上来，写在这边，把它的步骤写在这边，明白吗？云就是 cloud， OK， 白云就是 cloud， 在天上，明白吗？好，今天的功课就到此，谢谢。